2012年9月25号，001型航母正式交付中国海军，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，舷号为16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国有了自己的航母，海军建设进入崭新篇章。两个月后的11月23号，舰载机试飞员戴明蒙驾驶歼-15飞机成功阻拦着舰，人民海军实现了舰载战斗机上舰的历史性突破。这之后，海军一批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驾驶着歼-15飞机，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，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。2015年7月，辽宁舰首次组织实弹射击，取得了全部命中的好成绩。2016年以来，以辽宁舰为核心的航母编队多次赴南海、西太平洋等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，推动全要素、全流程整体训练，不断深化实战化部署演练，探索和实践了航母编队远海作战运用的方法路子，也一步步实现了从试验训练到备战打仗的华丽蜕变。在迈向深蓝的航程上，辽宁舰还充当起孵化器作用。十年来，先后为后续航母部队输送1000余名骨干人才，发挥了航母首舰种子部队的作用。